朋友们，全世界使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2021年的2月27号上午的11:39啊，这个2月份的倒数第二天了啊，马上这一年过1/6了啊。今天我们这儿啊，阳光灿烂啊，天儿不错，这个比较令人振奋啊。不过跟大家聊一个消息吧啊。聊一个跟我的家乡啊，跟北京啊，以及跟北京有关的，那么雄安新区啊，也算是首都的一个衍生物，一个扩散区，一个对接区域啊。那么，这是一个雄安人的自述啊，他自己就是那儿的人啊。我现在严格来说都不算那儿的人了，老家跟那儿沾点边儿啊。他说我是雄安人。雄安三个县，荣成、安新、雄县啊。那么荣成的特色产业是服装工业，主要是衬衣、部分西服和裤子啊。哎，我不知道白沟算不算荣成的哈，是吧？然后安新的白洋淀占比多，白洋淀主要在安新，差不多80%啊。所以旅游占一部分比重，那红色旅游，什么小兵张嘎啊，什么这个，什么炮楼啊，是吧？雁翎队啊，有这些东西啊。工业主要是制鞋和养殖鱼、虾、蟹、鹅、鸭啊，有鱼啊、虾呀、蟹呀，还有养鹅、养鸭呀，包括鸭蛋呀什么的，鹅蛋啊，还过去还出安新县，安新原来叫新安。后来和浙江的新安江同名儿，就改叫安新了，调一个儿。这个还出尾席，过去叫安州尾席，那不是当地到处漫是吧？漫山遍野的，没有山吧？啊，到处都是尾，那个苇子嘛，芦苇荡嘛，对吧？雄县主要是塑料方面的，地板革、塑料袋儿、气球啊、避孕套啊，还有避孕套。这个电缆啊，目前新区已经上马2年了，规划还没出来，正在建设啊。我给补充一下啊，雄安新区不仅仅是这三个县，现在我妈妈的老家河北省任丘市，原来叫任丘县，因为有三个乡镇，现在都叫镇啊，没有乡，挨着白洋淀，所以也划到雄安新区管理，统一管理了。任丘市现在管不着了，这三个镇，首先就有狗各庄啊，一丝不苟的苟啊，各的各，庄村庄的庄，狗各庄镇，那就是我妈的老家啊，那个我妈在那儿出生的，现在那个镇，还有我在老家上学啊，用我们老家话叫上学，那个茂州镇啊，那个也都挨着白洋淀，好像还有。往南也挨着甸边的是叫李光，李光是李广，不是有个飞将军李广吗？汉朝将军应该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。李光茂州大狗庄啊，李广茂州狗各庄这三个任丘的也归雄安，所以他说，那是三个整县啊，整县或者整个地级市归了雄安了，还有任丘的一部分啊。那说到白洋淀，白洋淀南边，淀南，白洋淀以南还有高阳的一小部分。高阳是谁呢？高阳是太后，太后大家明白吗？一尊啊，金上他亲妈，齐心啊，习仲勋的第二任的妻子齐心，哎，老太太，家就是高阳的啊，所以都是我们那个冀中平原白洋淀这一带的。但是画的时候好像高阳没画在里边。他可能稍稍远了一点吧，现在我不清楚画没画啊。反正任丘有三个镇，加上这个荣成啊，荣成可能包括就是白沟，有名的白沟在荣成，安新和雄县都在里边啊。那么目前新区已经马上2年了啊，2年的不止了吧？具体哪年宣布的我忘了，规划还没出来。说铁路正在建设，种了一部分树，其他什么变化都没有，房地产彻底停了，
哎呦，冻结交易和建设，三个县的工业全部搬出。三个县的工业全部搬出，说你有污染啊，你这要退出，有退出机制啊。至于去哪儿，没人管你，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你不搬就倒闭吧。养殖业被禁止了，你看，也不养殖也不让搞了，所有的小区和农村自建房、自己盖的房无限期的停工，哪怕我有正当需求，我不是为了拆迁获得补偿，我儿子大了得结婚，不行，自建房也不行，同时搞建材的、搞装潢的、搞家居的等等。倒闭了很多了，又因为本地的小微企业部分外迁，部分无资金外迁而倒闭。哦，明白了，有一部分外迁了，你有钱，这个外迁也需要资金啊，有部分本地小微企业就外迁了，你就想办法呗，迁到其他地方，可能环保啊各方面管得松点的地儿。部分没有资金外迁，他本来也没挣多少钱而倒闭，所以很多很多人都失业了，好多门脸空闲出租，租不出去。你看他们一搞这个吧，当地的很多产业，包括这种门脸房啊，东北叫门市房，山东叫门头房，是吧？这种门脸房租不出去了，所有开始说要搬来的大企业。都去新区政府边上，新区政府应该在荣城啊，边上叫奥威路，奥运的奥，威虎山的威，奥威路租了门脸儿，表了下忠心，就是向最高层嘛，向一尊啊，表达一个是吧？我服你，你让我来我就来，哎，估计跟太后有关系，太后肯定老家人啊，都是白洋淀这边人啊，就或者是风水。当年我听说江泽民时期给白洋淀蓄水，白洋淀我在老家86年到88年初1年半，白洋淀是干的。后来听说有国师有高人跟江泽民说，北京啊紫禁城啊这是帝都，哎，这个是一条龙，龙脉，龙嘴里得有一颗珠子，龙珠是吧？二龙戏珠嘛，一条龙也得戏珠啊，这个珠子就是白洋淀，所以白洋淀得有水。然后江泽民下令，把上游水库的水调白洋淀，白洋淀这才有的水啊。很多很多共产党的高干都信风水，都信这个，就很多说起来是迷信的东西，他们都信。他们也去庙里找那个什么得道高僧，找那个老道。那8341不就是老道给毛泽东出的主意吗？是吧？当然了，我说这话有人说了，证据呢？是吧？没证据，老百姓传说不行吗？对不对？传着传着，是吧？不是没影儿，都是有影儿，无风不起浪。